爸爸，爸爸，爸爸 ，I love you too。小星星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今天很开心。哦，那是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？因为他交了一个超级好朋友。幼儿园亲子日那天呢，他会很开心。亲子日啊，哎，兄弟，能不能让 Grandpa 陪你一起去？不用了啦，有超级好朋友啊。那就不在家了。小心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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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爸爸。我有爸爸，我有爸爸，我有爸爸，我有爸爸。小心爸爸，小心爸爸，小心爸爸。我爸爸，他说他最爱我了。爸爸说他迟到，我是最爱你。我有爸爸。小星星，小星星，你在哪里？小星星，小星星，你在哪里呀？小星星，小星星，你叫小星星啊？对。快吃。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不要让妈咪还有全家人担心。外面有坏人哎，你要保护自己啦！绝对不可以吃陌生人给你的东西哦。你是坏人吗？你说嘞，小星星。小星星，你让我听到了吗？小星星，你跑在哪里了？你把我吓死了！喂，你们两个，你们这对父母是怎么当的？其实我不是。我是什么？不是不负责任是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小孩子会弄丢啊？我要你现在给我发誓，从今以后会好好照顾这个小孩。其实她是这小孩子的阿姨，不是妈妈。哎，就算是阿姨，也要好好照顾小孩吧。万一今天没有找到人，你们怎么跟他们家人交代啊？你想要后悔一辈子，一辈子赎罪吗？妈咪，姐，我不是你妈咪。妈咪，我不是你妈咪。妈咪教出来的小孩子不会乱跑的。你是谁家的小孩啊？为什么到处乱跑？我是妈咪的小孩，我没有到处乱跑，我只是想daddy，我就出去找daddy。你想daddy，就可以让妈咪还有伊万阿姨跟大家担心吗？妈咪对不起，其他同学说我没有daddy陪，所以我就出去找daddy。去过圣诞节，大姐，你不要怪小星星了啦，是我没有把他照顾好，害他被欺负了，真的是我的错啦。绝对不可以再像今天这样子，发生同样的事情了。妈咪一定要让你知道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
安晴，好了啦，小安没事就好，不要吓他。快跟妈咪说对不起，妈咪很担心你。你知道妈咪担心你，都担心到哭了。妈咪对不起，我有我的样子了。妈咪我有我的样子了。妈咪我有我的样子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妈咪对不起，好了。要记得今天哦，以后绝对不可以像今天这样自己一个人跑出去，知道吗？你要是跑出去了，坏人抓走了怎么办？这样子妈咪会很担心很难过，哎，知道吗？